对吗？他的三消都会有个派生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懂？他的三消都会有个派生，他会叮一下，然后叮的时候，如果你叮的是完美的特效的话，他会有一个加成，看到没？我三消一个红，叮，哎，我没点到，他飞到空中的时候，然后点一下普攻，然后就会打出另外一套派生出来，点三消。哎，没点到。无处可逃。这个玩这个角色要高度集中啊！可以拆烂他们吗？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完美派生。毁灭开始！你没血了就可以直接咬大招，看到没有？可以拆烂他们吗？可以拆烂他们吧？可以拆烂他们吗？可以拆烂他们吧？对，核心被动是回血，他每个三消的话都会把自己的血量转化成盾，有盾的话就有霸体和伤害加成。有霸体，好像是有霸体。21号，不要被销毁。毁灭开始。